任务要交给你。神秘礼物啊！圣诞感谢咖。对，就是你现在的劳力级的约艺人好友，下礼拜一的时候来到宜兰一起参加这个派对。我要自己邀请。我现在没什么朋友吗？不是。啊，那我们就先约一个最闲的人。喂，查查。什么？你不第一要打电话给我？当然啦、啊，平常不会打给你。这夸张哎你。哎，不过我说真的，你的那个韩式炸鸡店是不是需要一个很厉害的礼物？很厉害的节目帮你宣传一下？需要啊。你14号有空吗？14号。对。有空啊。不用。你怎么都没想都没想，通常我们都会开启一个形式，看我们有没有事情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要交换礼物，圣诞趴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先这样喽。搞定我，是不是嘛？马上搞定一个。绿茶简单啊，那太好约了吧？绿茶又不是男士。那我腰就腰一团哦。哦，现在大家都在对不对？你们礼拜一有空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有空也要有，对，没错。哦，那太好了。这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没有空也要有空。礼拜一就是玩很大的圣诞 party。所以全部都有空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们太好约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您讲，大家。喂。林采薇。嗨，干嘛？我现在在录那个综艺玩很大的那个一个特别企划，然后我们就是想要邀请来，就是交换礼物这样。如果我时间可以，我是绝对去的。太棒了，搞定，两个。Hello，Julia。What's up？Yeah。在录节目吗？哎、欸，太好了，你好聪明哦，耶、yeah! ！哈哈哈哈怎么突然间打这通电话给你，对不对？很奇怪哦。对。没有，我礼拜，我想问你，礼拜一的晚上你有空吗？哦，地点在宜兰。我不确定我敢不敢得到，因为我要拍摄到6点多。哦，你有前面有工作对不对？对，我前面有工作。啊、I'm so sorry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您接我的电话。不会。好，谢谢哦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我现在想问看看，这个人叫陈柏霖，但会不会？不会，很棒哎！嗨，哎，真的蛮突然的，拍谁？你现在录影吗？我现在有一个 GoPro 对着我，对，应该算是在录影。没有啦，我今天跟你讲，因为就是我们玩很大，接下来就有一个圣诞 party， 然后想要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共襄盛举一下。然后我刚刚看了，就是我好像有你的电话，然后我又好久没看到你，我有点想念你。对，因为我那天可能不行。哦，没事。你们是自己玩还是？我们当然是自己玩，但可能会有一些机器对着我们。你可以不用管他们，没关系。你以为那时候我没那么了解？好，下一位我很想去啊，讲真的，是。我知道，我觉得下次有更艰难的任务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想到你。来继续玩很大，好玩。好，那如果那天有机会，我跟你 FaceTime 一下好了。好的。OK， 谢啊。OK， 小心玩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我需要平复一下我自己。你要喝点水吗？请问是比比果果吗 ？Hello， 你好。
哎，恭喜哦，结婚小孩都蹦出来了。谢谢，也恭喜你。哎，我快，我的蹦出来了，我的快蹦出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我是玩很大的代表，我们现在要感谢你之前就是线上你们家横的那一根健身器，让我们收视率大好啊！然后想邀请你来一天而已，交换礼物，不知道你那天有没有空？哦，那要准备什么很厉害的礼物吗？嗯，我还是你就先准备那个健身器材。哎、欸，那是幸运棒哎、欸，幸运棒。好的，感谢你来，宪哥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喂，齐慧，谁？齐慧，我是坤，我是坤达。坤达哥，嗨，你接我电话了，好开心哦。什么意思？没有啦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你礼拜一的晚上有空吗？礼拜一，我十数号。对，十数号。十数号，我跟你说很夸张，我现在立马截图给你看。Hey. 下个礼拜就是14号有空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没有胡来。我知道，我开心的，我超开心，因为我就是第一次接到你的电话。我也很开心，就是你有事。我想问，这个是你的第几通电话？老实说，你是我邀请到的第一位女生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是你的，你到底是第几个想到我的？这个很重要。第一应该是就是前几位。好，我看播出哦。真的啦，我真的是因为想到你，然后想要打电话邀请你。好，我很感动，而且 Peter 居然没有打给我。哇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，他可能是人太多了，然后一时之间没有想到你这样。好，没问题、哦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会不会在忙？还是他们正在营业中？营业。喂。女优抱吧。帅吧，帅！讲错名字。哦，怎么了吗？你礼拜一有空吗？如果有直播，我可以考虑去一下，因为我可以顺便捐款。礼拜一3:50就好。播可以，我跟你讲，这机会太好了。然后你再把那个原子少年一起拉进来，进直播。可以吧，女优帅吧！耶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你完成任务。哇。